我们最主要是讲 conformal mapping。Mapping 基本上的意义就是将 Z plan 上面的点或者是一些状况呢，透过一个函数把它转到 W 里面。按照 Z 呢，指的就是 X 再加上 IY，W 指的就是 F of Z，OK，U、okay? 再加上 IV，OK，、okay? 这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 mapping。那什么叫 conformal？ 我们待会再讲。所以我们上一次又讲几个例子啊，比如 W 等于 Z 啊，它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它可以将我们啊。XY 轴上面的垂直线或者是横的线，我们把它 mapping 到 这个两个双曲线，这个呢变成这样。横的呢，就不累。OK， 这是第一种呢。或者呢，它可以将一个中间的这块呢，我们整个把它们到到这一块 ，OK， 那么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然后再来还有什么东西呢？比如说，它是 Z 的 n 平方 ，n 呢是属于二三四以上 ，OK， 就比这边是自由平方嘛 ，OK， 那这个以上的，那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假设，当然要是这样子的，我们有个 critical point。那么我们可以将一个角度一个这个锥状体 ，OK， 它角度要是拍出一 n 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 mapping 过来。mapping 成一个上半面 ，OK， 或者我们再介绍一个 W 呢会等于 Z 再加上 Z 分之一 ，OK， 那么它就可以将一个圆形的呢直接 mapping 到。我们也介绍了，假设是 exponential z 次方的，那么它可以怎么样呢？假设我们这边有这样一个区域，
就是这样的区域，OK， 或者我们可以左边的跟右边的。 这边以及所有的上面除了那个区域之外，OK， 这些是我们教的一些东西。那什么叫 conformal？ 它指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这个 mapping 的结果会 preserve angle。 OK， 因什么呀？它的大小，还有 sense。 OK， 比如说呢，我们这边有两条 curve C1 C2，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切线出去呢，就有个 title 叫做 alpha。 这个 alpha 的大小呢，一直维持 alpha， 然后是这两条曲线呢打开出去的为方向。那你变平之后呢，你可能就变成这个样子。OK。 那你同样的，这边会有角度，切线出去之后，这个角度一样是阿尔法。OK， 虽然说它的方向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它代表了呢 ，exactly 都一样。比如说好了，我们看看一下，比如说这个角，这个我们叫做 A 好，那面平过去呢 ，A point A star 就在这边，它是这样子出去90度。 这边也是这样子出去，也是90度，对不对？只不过你可以看得到，这是一条线，在这边变成一个弧状，这边这条线在这边变成一个发散的镜像 ，OK， 有直线，只是这样子不同，有保持角度，还有它的方向，它所谓方向是感觉的方向，那么这个就是方向。OK， 好。 那这要干嘛呢？假设有个 function， 它本身就是 conformal mapping 的话 ，OK， 那一定有一件事情。 这个 function 本身一定要是什么 analytic function， 也就是说 the mapping of an analytic function is conformal。 OK， 可解析的函数本身它，你把它拿来当做 mapping， 那么它本身就是 conformal mapping， 但是除了什么呀 ，except and critical point， 除了这一点之外 ，critical point， 什么叫 critical point 呢？就是你把它微分之后呢，把那一点的值带进去，它刚好那个点，那么那个点这一点呢就叫做 critical point。 我们上次呢，还有介绍到一个很重要的类型，叫做 linear transformation。什么叫 linear transformation 呢？假设有 transform f z 呢或 w， 可以写成 a z 再加上 b
除以 AC 啊 CZ 减掉加上 B。其中的 A、B、C、D 呢，它可以是实数或者是复数。OK， 那么假设呢，我们怎么知道它有没有微分过来？那很简单，就把它微分嘛，对不对？我们微完分之后呢，我们发觉一件事情，微完分之后呢，它会变成什么？下面的平方 CC 再加上 D 的平方。啊，差不多，微后面自己还会 A C Z 再加上 B。哦，我应该在这边大致上算一下，我把结果排上去就好了。好 ，C Z 加上 B 不动，微分完之后成 A， 再加上 A Z 加上 B 不动，后面微完变成 C。OK， 这边要减的，所以 A C Z A C Z 互相减掉，所以只剩下 A D 减掉 B C。OK， 所以我把分母写简单一点 ，AZ 减掉 BC。我们这么说，假设有个 critical point， 这个 critical point 指的是这个函数本身微完分之后会等于零的那个点，那那个点就叫 critical point。假设我们不要 critical point， 假设这个人没有 critical point， 那就代表一件事情，我们分子不能为零了，也就是说 AD 减掉 BC 怎么样，绝对不可以等于零。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 critical point。好，那假设有这样子，这个叫做 linear transformation。OK， 这个叫 linear transformation。For example， 比如说呢，比如说它这个是等于 z 加上 b， 那你是把 z 往右啊，往一个负 b 的位置而已，对不对？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个什么 translation。好，假设呢，你这边是 a z， 其中啊 a 啊是等于一的一个数字，那么它得到的是这个 rotation。假设是 a z 加上 b， 你看它越来越复杂，本来是 z 加上 b， 或者是把 z 前面乘上个 a， 那现在把这两个集合起来 a z 加上 b， OK。那我们会得到一个什么？就是 linear transformation。OK， 假设是 z 分之一 ，z 分之一前面有没有算过？还没有算，对不对 ？z 分之一，那它会得到 inversion in the unit circle。OK， 假如说我们现在有个 spatial。Linear transformation， 这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前面的 transformation， 我们只是随便拿一个 equation 来，然后就下去运作看看，让大家了解一下它到底怎么 transform， 对不对？但是假设我们真的碰到个问题，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能不能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做，把它 transform 到我们喜欢它去的地方，我们喜欢的形状？那这个时候，假如说你这个 transform 呢，你又有要求，它要能够怎么样 ？analytic， 它要 conformal， 为什么要这样子？下一堂课应该就看得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个自己设定的 transform 的样子。那自己设定的 transform， 我们呢叫做 spatial 的 linear transformation。OK，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有怎么样一个定理，它告诉我们怎么做。OK， 假设呢你要。把它从 z1， 你在你的空间里头找三个点，这三个点是你有意义 的地方，然后你把它 transform 过去， transform 到你要去的地方的三个点。假设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我们怎么来建构 fz， 也就是到底这个函数会等于什么呢？我们怎么来建构呢？很简单，你就是执行下面这个 equation，w 减掉 w1 除以 w 减掉 w2 啊三乘上 w2 减掉 w3 除以 w2 减掉 w1， 它就会等于 z 减掉 z1 除以 z 减掉 z3，z2 减掉 z3 除以 z2 减掉 z1。OK， 它就会这个样子。
假设 if 其中 one of the point includes 无穷大的这个点 ，OK， 不管你是这个 z 其中有无穷大，或 w 这边有无穷大，不管，因为有无穷大你就很麻烦。比如说有个数字减掉无穷大，难道你要让这个数字变成分母是无穷大的吗？不行的。那这个时候呢，任何一个 difference， 啊，the quotient。OK， 假设其中有无穷大，比如说 W3 等于无穷大，那你是不是 W2 减掉无穷大 ，W 减掉无穷大？那这个时候呢，因为这是乘的嘛，所以你就可以把有乘有无穷大这两个项放在一起，两个相除，这两个含无穷大相除的项，直接你要让它等于一。OK， 反正这种东西减掉无穷大，那就是无穷大，无穷大除无穷大，那还是无穷大，那不是无穷大就变成一了。OK， 我们要记住这个。好，在我们下面讲例子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清楚了。但是呢，这边我们要告诉大家几个呢，你真正在做的时候要注意的 strategy。OK， 策略。第一件事情，假设你真的要把你的形状转换到一个你喜欢去的地方，你必须在意你现实这一片上面呢，找出三个点。OK， 你必须要找出三个点 ，OK， 而且这三个点呢，必须要怎么样，在domain D里面。第二件事情，那既然你要转换过去，那请你呢也在转换过去的那边呢，找出三个对应的点。那么这些点都属于什么 ？D star。在这个方面，然后第三呢 ，obtain W 或者是 FZ 呢 ，by theory one， 由理论一呢里面来计算，算出来之后，我们就要注意一件事情，你的 mapping 过去，假设你感兴趣的是什么地方的里面所包围住，你不要 mapping 之后变成一个外面的区域。或者是你本来就是要外面，那也没关系。总之，面临过去的区域跟你想象当中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怎么样 ？Make sure， 第一呢，可以直接面临到 E star。OK， not into its complement。不是呢，对应到它的外围。OK， 假设是如此，在后面这个状况，假设是这样子的话，那你要做的是什么 ？Interchange。Two。那么你就把其中两个数字颠倒就可以了。好，我们呢就不要多说了，我们就开始来计算几个例子给大家看。我们要从 the half plane into a disk，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将一个变成到一个 disk， 比如说这个哦，假设我们也不晓得这个 disk 应该坐落在什么地方，我们先看看怎么做。第一件事情，我们先找出实际空间当中的三个点。假设我们找的三个点是什么？根据第一个 position z1
Z2、Z3， 我们找三个点，哪三个点呢？负一、零、正一，我们找负一、零、正一这三个点，它面平过去。面平过去之后，面平成什么东西呢？我们面平过去变成为负一、负 i、正一、负一、负 i、正一。我们希望这三个点转换过来变成这个 disk 上面的这三个点。那有什么方程式？有什么 linear transformation？ 有什么 conformal transformation 可以让我们达成这件事情呢？那就很简单了。我们第二个就这是一，这是二嘛。第三个，我们就开始根据上面的式子来计算了。因为呢，根据这个，我们 w 减掉 w 1除以 w 减掉 w 3乘上 w 2减掉 w 3除以W2 减掉 W1， 它要等于 Z 减掉 Z1 除以 Z 减掉 Z3 乘上 Z2 减掉 Z3 除以 Z2 减掉 Z1， 对不对？这个是由第一个定理告诉我。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将数字带进来， W 呢就照写， W1 呢是等于什么？负一除以 W 减掉 W3 是正一，乘上 W2，W2 是什么？负 i 减掉 W3 一除以 W2 负 i 减掉 W1 是负一，它要等于 Z 减掉 Z1， Z1 是什么？负一除以 Z 减掉 Z3 是正一，乘上 Z2 就是零减掉 Z3 正一除以 Z 减掉 Z1 是负一。 OK，我们就可以写出这样子的结果出来。这样子写出来之后，这个会变成什么东西？就变成 W 加一，对不对？除以 W 减一，那这边会变成什么？负 I 减一，负 I 加一，那右边会等于 Z 加一除以 Z 减一。OK， 变成负，就变成负的嘛，对不对？零减一变成负一，下面又是正一，就变成负一，负的 z 加一除以 z 减一。好，你再把它交叉相乘，然后再处理一下，处理到最后面呢，你可以得到 w 呢就等于这样 ，z 减掉 i 除以负 i z 加一，它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转换。OK， 好，这样的一个转换真的是像我们所讲的这样子吗？我们可以 check 一下好不好？比如零的这一点，自己的给零，零的这样，零带进去，零带进去，两边都是零，是不是得到负 i？ 零带进去，果真得到负 i。一带进去会得到一吗？一减掉 i， 一也是一减掉 i， 哎，果真是等于一，对不对？所以它三个点都可以 mapping 进去。那我们看看整个实数轴会 mapping 成什么东西 ？OK。z 要等于 x， 整个实数哦 ，x 都可以变化了。那我们的 mapping 会变成什么？那我们 w 是不是要等于 x 减掉 i 除以负 i x 加上一，它是不是可以变成这个样子？对不对？好，我们把它有理化一下，负 i x 等于正 x 加上一 ，i x 加上一，我们把它有理化一下，那么它很快的就会等于怎么样？下面分母大家都一样嘛，一减掉 x 平方，或者哦加的负，正负得负，然后 i 跟 i 又是负号，就变成一再加上 x 平方，或者是 x 平方加一，随便啦啊、哦。那上面会是什么呢？实数的部分会是这个乘上这个，所以有 x 乘上一变成 x， 负 i 乘上 i x 变成正 x 变成二 x， 再加上 i。一加上 x 平方 ，i 的部分有谁？这两个相乘 ，x 平方，这两个相乘负一，叫 x 平方减一。好，上面既然 x 平方减一的方式，我们下面反正是加的嘛，我把它颠倒也没关系，形式看起来比较漂亮，对不对？好，
这个是什么？就是 FZ， 它基本上会等于 U 再加上 IV， 所以 U 也知道 ，V 也知道。那我们看看一件事情，到底这个 W 的绝对值，也就是它的大小等于什么？它是不是等于 U 的平方再加上 V 的平方的开根号？必是定理。所以就相当于后面的 2x 除以 x 平方减一的平方，再加上 x 平方减一除以下面是相加 x 平方加一的平方的开根号。好，那算一下，分母呢都一样 ，x 平方加上一的平方，那上面会有是什么？四 x 平方，第一个，第二个呢会是这个的平方是 x 的四次方，减掉两倍的 x 平方，再加上一，对不对？没有错，所以这边会变 x 的四次方，再加上两倍的 x， 再加上一，除以分母呢也是一样 ，x 的四次方再加上两倍的 x， 再加上一的开根号。上下完全一样，所以 W 等于1，得到了一个是什么 ？W 本身的大小是一，但角度呢可以在那边旋转的，它是不是刚好就是一个圆？对不对？没有错。OK， 所以这样子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X axis 偏偏平到一个什么 ？Unit circle 啊，也就是说这整个 X 呢？偏偏平到这个 unit circle 的 line 就变成这个的 line， 那我们很好奇一点，当这一点无穷大的时候它跑去哪里啊？这一点无穷大的时候跑去哪里？跑去哪里？我们大家来思考一下，我把这边问几个事情。 OK， 我们先看一下，假设 z 等于 i 的这一点呢，上面 z 等于 i 的这一点，它偏平到哪边去？这个叫做三角形，它偏平到哪一点？ z 要是等于 i 带进去，就等于0了。所以呢，是在这边。那这起码没有错哦，马上就告诉你，你感兴趣的上半部，它得到的是这个 disk 的内部。OK。假设你的计算呢，你不要内部，你希望是得到这个 disk 的外部，这时候怎么办？我们把这边呢随便找两个对调一下，算算看，你再下去运算，它可能就得到同样一个 disk， 只不过是跑到外部而已。OK， 就是按照这边讲的，假设是后者的话，那你要交换其中的两个 ，or upper。Half plane， 它可以面临到什么 ？Interior of the circle， 这个圆形的内部没有错嘛？因为我们刚刚一设定的 i， 就一计算结果是零点。那么 lower 呢，就得到什么 ？Exterior， 外部 of the circle， 很好。那我们现在下面有几题啊，请你回家做做看。假设 z 等于零，假设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要是取 z1 z2 z3 为零 i 无穷大，我们希望把它面临到 w1 w2 w3 那些什么点呢？负 i 零 i， 它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请大家回家做一下 homework。OK， 同样的东西，我现在只是取的点不同，我说零 i 无穷大是 y 轴上半部的这个轴，然后我要mapping到这个地方是什么？负 i 零 i 也是 u 轴嘛 ，v 轴也是垂直轴。那这个时候我面平应该是什么样的面平 ？OK， 那请大家呢做做看。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想请大家问几件事情。z 等于 y，OK，y、okay, 要大于零的这条线，上半部的这条线，请问一下，它 mapping 到哪边去？等于哪一个线 ？OK。那么再来一个呢？假设 x 等于 constant。这就垂直轴嘛，对不对？它应该 mapping 到哪边 ？y 要是等于 constant， 那是不是代表是水平线？它又 mapping 到哪边？请大家把这题啊练习做一下，它不会那么困难的。OK， 好，所以我们大家大概已经知道了一点概况。那我们现在来找一题啊，有无穷大的，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样使用这个规则。假设呢，我们要 transform。Z1 Z2 Z3 其中一个点0 1无穷大，它包含无穷大吧，我把无穷大呢写在这里，它转换到 W1 W2 W3 变成什么负1负i 1，所以搞不太清楚。来我们来画一下XY， 你包含了0这一点，1这一点，以及无穷大这一点。OK， 抱歉，我该把它写在。无穷大，那你先把它转换到。U 负一对应于负 i 以及正一，它对应的点一样，只不过从 z 轴过来的不一样。请问一下，这下子它没变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上去？用什么 equation？ 这两个点都给你了，我们就直接啊，理论告诉我们，它要 W 减掉 W1 除以保险3 W 减掉 W1， 对不对？好，刚好颠倒，看看1在上面3在下面，这很容易记住哦。乘上 W2 减掉 W3 除以 W2 减掉 W1， 它要等于 Z 减掉 Z1 除以 Z 减掉 Z3，Z2 减掉 Z3 除以 Z2 减掉 Z1， 这是 equation， 那我们就把它带进来。所以 W 减掉 W1， W1 是这个负一， W 减掉 W3， W3 是正一，乘上 W2 是负 i， 减掉 W3 是正一，除以 W2 负 i， 减掉 W2 负 i， OK， 这边完全一样。右边呢， Z 减掉 Z1，Z1 是什么？ 0，Z 减掉 Z3，Z 减掉无穷大，乘上 Z2 减掉 Z2 是什么？ Z2 是1，减掉无穷大，除以 Z2 就是正一，减掉 Z1 0。 OK， 它可以写。那右边呢，我们就会写成什么 ？z 减掉你就是 z 嘛，乘上一减掉无穷大除以 z 减掉无穷大，一减一就变一嘛，就变成这样。我们让这个项强迫它为一，就要像取个 limit 一样。那这个地方呢，就会变成 w 加上 i 除以 w 减一，乘上负 i 减一除以。负 i 加一，经过整理之后呢，你就会得到一个式子 ，z 加上 z 减 i 除以 z 加 i， 你就会得到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它刚方方面面用的一个 transformation。那你就可以把它转过去，转过去之后呢，你就会得到一个式子 z 加上 z 减 i 除以 z 加 i， 你就得到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它刚方方面面用的一个 transformation。那你就可以把它转过去，转过去之后呢，你就会得到一个式子 z 加上 z 减 i 除以 z 加 i， 你就会得到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它刚方方面面用的一个 transformation。那你就可以把它转过去，转过去之后呢，你就会得到一个式子 z 加上 z 减 i， 除以 z 加 i， 你就得到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它刚方方面面用的一个 transformation。那你就可以把它转过去，转过去之后呢，你就会得到一个式子 z 加上 z 减 i， 除以 z 加 i， 你就得到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它刚方方面面用的一个 transformation。那你就可以把它转过去，转过去之后呢，你就会得到一个式子 z 加上 z 减 i， 除以 z 加 i， 你就得到这
转过去之后变成什么东西啊？这个会圆呢，还是一个直径？你就要试试看啊。假设是一个圆，你就用我们刚刚最右边的计算的方式，你看看你能不能得到一个圆的一个表示式。假设可以，那么它就是；要不然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只好一条一条先来画画看，然后感觉一下它是什么，然后再去凑一下。OK， 或者是直接把它换成了 U 跟 V， 看看 U 跟 V 呢符合什么样的一个规矩，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怎么变。OK， 好，那我们这边呢都是从一条线到一个 disk 或者一个上半面，像它这个是整个上半面啊，右边的上半面被拼到这边过来，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从这 disk 往回被拼到一条线呢？当然也可以嘛，这个就depends on你的需求而已，你有需求你就这样子做。OK， 好，我们来做看看。OK， 假设呢，我们有 Z1、Z2、Z3 等于负一 ，I 一。OK， 我们先看看哈。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 disk， 你有一个 disk， 正一负一正 i， OK， 所以你把这三点负一 i 一整个把它转换到一个 half plane， OK， 我们把它转移到右边的这个 half plane。那比如说第一点呢是 V，I 不穷大 ，0在这边，比如说第一点负一在这边，负一是画叉叉，那么0呢就是画叉叉 ，I 呢画个点。这个 I 也是画的点，正一的地方画三角形，那跑到无穷远处去，所以呢，我这边要画斜线。OK，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怎么转换。所以呢，有理论一呢，它告诉我 W 减掉 W1 除以 W 减掉 W3， 那乘上 W2 减掉 W3 除以。W2 减掉 W1， 那等于 Z 减掉 Z1， 除以 Z 减掉 Z3， Z2 减掉 Z3， 除以 Z2 减掉 Z1。 OK， 我们就把它带进来。W 不动，减掉 W1 是零，除以 W 减掉 W3 是无穷大啊，这边有个无穷大，对不对？我再把无穷大标示起来。W2 是 I。减掉 W3 又是无穷大，除以 I 减掉零，对不对？等于 Z 减掉 Z1，Z 减掉 Z1 是负一 ，Z 减掉 Z3，Z3 是正一，乘上 Z2 是 I， 减掉 Z3 是一，除以 Z2 减掉 Z1 减掉负一。这一整理完，你马上发现左边会等于 W。上面是 W， 那下面我可以颠倒一下，下面是 I， 啊，这个是 I 减掉无穷大，除以 W 减掉无穷大。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项呢，我可以强迫它为一，等于 Z 加一除以 Z 减一 ，I 减一除以 I 加一。整理一下，非常快，不会很难。OK， 那你就会写成什么？负的 z 加一除以 z 减，哎，你就找出你要的 transformation 长成什么样子。那这样子就可以用了。OK， 那很棒的一件事情。或者呢，你想要更进一步的说，我要从个 half plane 转到另外的 half plane。maybe 上面转到下面，或上面转到右边，或上面转到左边，
不一定的 ，OK。好 plan 到好 plan， OK， 我们来看看 Z1 Z2 Z3， 它是 half plan 呢，一个是负二零二，这起码是在 x 轴上面，因为都是实数。你现在把它转换到 W1 W2 W3， 过去变成什么呢？无穷大，四分之一。跟八分之三，你发现它也是在实数轴上面，对不对？请你计算一下，你马上就可以告诉我一件事情：高等 z 加一除以二 z 加四。你看这种形式都是什么？都是 linear transformation 的形式。那么现在只有个问题啊，到底我在 half plane， 比如说本来是 x、y， 然后你从负二。零、负二、正二，对不对？我想问一下，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它可以转换成这样子，这边是无穷大 ，W1 变成无穷大，零呢变成四分之一。二呢，变成八分之三，请问一下，上面的这个上方这个转换到这边的哪边？你带进去算算就知道，对不对？比如说我把 i 带进去 ，i 加一除以二 i 加四。合理化一下，看看它在哪个点，你马上就可以判断出来。OK， 请你自己判断一下。所以这样一来，你发觉一件事情，哎，这个方式很好用哦，我要怎么样都可以哦，对不对？这边是 half plane 到一个 disk， half plane 到 half plane， 到 disk 到 half plane。所以我们现在有个 half plane， 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到 disk。我们也做了 disk 到 half plane， 我们也做了 half plane 到 half plane， 那我会做个 disk 到 disk， 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来做下一个 disk 到 disk。好 ，disk 到 disk， 把结果写出来就好。OK，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一个 disk 转换到另外一个 disk 的时候呢，其实呢，你甚至去位移它都没有问题啊。OK， 都可以的。好，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地方。打个比方哈，假设呢，我们呢以前有算过很简单的电位，比如说一个同轴电缆。这个叫同轴电缆，我只是打个比方。假设里面带正 Q， 外部带负 Q， 请你求中间的电位，这会不会求？这是高中的物理嘛，对不对？普通物理也教过啊，大二的电磁学也教过，所以很简单。但是假设我今天要你求一个非同轴电缆，正 Q、负 Q， 请问一下中间电位分布？好好做，就不好做喽。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那你怎么办？我能不能够把它转换到一个变同轴电缆？因为我会解同轴电缆，我把它转换过去。假设我转换过去的时候，Laplace equation 通通都适用，也就物理都适用。那我在这边解就好了，因为这根本就不用解嘛，抄答案就把它抄出来，然后最后再把它转换过去，就是答案。那不是很快，对不对？那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个特色。OK， 那我们看看怎么用，好吧？好，我看看怎么用。啊，在我们看这个怎么用法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的介绍几个
几个简单的东西 ，OK， 请大家来了解。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一步完成我们所希望它达成的方式，那没关系嘛。好像你开车开到半，看到一个山峰，那你就拿出转换地图了，它转换到另外一条路途上面去，哇，看起来很快。就开到半呢，那边又有一个山峰，那你怎么办？你把那边的转换地图再拿出来，又转换到另外的地方，总是转换到没有山峰的地方，最后一路一路对，就好了 ，OK。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样？比如说，好，我们要是有一个是这样子，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假设这个是一个开口的，等定位面貌，比如说正 V、负 V， 请问一下中间的是什么变化？闭着眼睛想也知道跟角度有关系，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呢，算起来可能没那么快。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把它转换过来，转换成一个什么半边的，或者你喜欢的话，可以再把它转换。U 吗？变成一个什么呀？圆的，没有包含中间。OK， 你可以这样一路路的转换过去啊，转换到你喜欢的。我这边是随便举几个例子，未必有用。也就是说，你可以透过转换，一再的把你地图更新，那你就可以找得到一招啊，可以达成你所需要。OK， 好，我们今天 homework。请大家回家做一做 ，OK。